谁让你搬家了？太多误会了，这是你个性中的缺点。我马上到家了。你玩弄中国媒体，中国人太善良了，让你这种人渣子在中国混。9月13日，李阳的前妻 Kim 连发数条微博，曝光了李阳和他互通短信时恶语相加。联想之前两人离婚后还曾给女儿同过生日，关系似乎有所缓和，但现在如此出言不逊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发现，虽然法院之前调查出来了李阳名下有23套房产，但是为了执行我们离婚案的判决，他们偏偏想卖掉我和我们三个女儿现住的这套李宁、李阳的妹妹名下的房子，又要搬家了。其实早在今年2月，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对李阳和 Kim 的离婚案做出了一审判决， Kim 获得3个孩子的抚养权，同时李阳需向 Kim 支付1200万元的财产折价款等，但对于房产如何分配却没有明确写在协议之中。一定他们是不是认定他的家暴呢？还有是无完钱的，还有其他的钱，还是抚养小孩是都一样的。对，还有他们给李阳3个月呢，还有我家1个月呢，还有给他应该他需要安排好我的房子的名字，复杂的东西。他说他的工资没钱，还有太困难的，还有我给他一点理解呢，给他长一点的时间的。其实李阳和 Kim 在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有让步，然而时隔7个月，双方为何又起争执？记者试图联系李阳和 Kim， 但均没有得到回应。好，您拨打的号码已过期。一段感情的结束真的靠一纸法律文书就能彻底解决吗？这个问题似乎依旧困扰着李阳和 Kim， 究竟后续如何？我们播报记者也会继续为您关注此事。